年的台北夏天温度上看40度，连我这个阳光男孩都快受不了了。还好有屏东三大梦幻消暑一品，给我凉爽好舒服。冻得像雪糕的黑尾鱼，既有冰凉的口感，又有细腻的油花。超好玩的风浪板，不管板上水下，怎么玩都比陆地清凉。而且啊，刚刚一起玩风浪板的同学还热情邀约我们到他的民宿，轻奢的法式工业风，难怪被称为东港最美民宿。哇！你看，这又是我的房间，也太高级了吧！好棒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老板娘她总共有10个房间，然后她每个房间的设计风格都不太一样，她给我一个最豪华的，你看它是法式工业风哎，而且你看啊，它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采光超棒的，它是整面的落地窗哎，而且你看啊，天气好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到那边的市区，哇，然后那里呢，你可以看到大鹏湾，还有北大武山，是不是超棒的？好赞哦，而且你看浴室。浴室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美景哎，所以你自己泡澡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些美景，真的。而且在过去那个东西也是专属你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后面的那个花园是我自己独立的空中花园。我觉得太过分了，太羡慕你了。我觉得这个房间真的很适合你，对啊，像你这样自己一个人来旅行的女生。你可以自己享受这个空间，我觉得很好。如果你有另外一半在这里，也可以增加你们的小情趣。老板娘给我的房间也没有再客气，超适合我的。真的吗？想不想看？哦，好，我要看房间，走，我要看长什么样子。走吧。我的风浪板同学真的太有才华了，又会玩板，还会设计。听说给 Justin 住的超搭他今天的服装哦。哇哦！你看。这就是我的房间，哎，真的跟我刚刚海边小屋的风格，我的风格跟你房间的风格完全就是不一样。对啊，真的。它的灵感来源呢，就是他曾经去了巴厘岛的某一个小岛去打工换宿，然后那个小岛呢，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海胆，他就随时随地拿着海胆起来打开就吃。真的假的？他就觉得太幸福了，他就想要把那温馨快乐的感觉带回来，所以他就自己打造了这一个多人房，然后有上下铺，就是一种非常温馨。像我那么爱热闹的人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今天睡这，下午睡这，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又睡这，也太爽了吧！我可以带很多朋友来玩，也都很可以的，超适合你的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好适合你今天，我是要来捕鱼吗？我不是钓鱼。不住了，而且我觉得啊，这里除了很适合朋友，也很适合亲子哎。你看，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，他们一定很喜欢这个，你懂，可爱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小朋友来到这里的话，会马上就是冲上去这边玩的。好，不想理你了，我要去捕鱼了。哎呦，老板娘热爱旅行，所以她把不同的国家元素融入在房间设计。这间热气球的房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意大利的比萨斜塔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，在房间就能体验环游世界的美好。童趣带点小清新的设计，难怪被称为东港最美民宿。老板娘，我刚看你玩那个风浪板，超厉害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没有，还好还好。你有比过赛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有比过那个Hobby 帆船，听起来就很强。对啊，那你第几名啊？第二名。第二名也太厉害了吧！对，一定有很多人参加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4个。4个。哦，东港之光哎，好强哦！司令，我要带你来一个屏东人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什么秘密基地啊？它是一个露营风的餐厅。露营风？不是啊，子晴，你说要露营，你要提早告诉我，要准备东西要很多，食材要很多，还有平常都带这个面包啊、饼干，把你省着点吃哦。不是啦，你是收起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间非常特别，它是结合市集，还有露营，还有餐厅，哎呦，超棒的，我们只要两手空空来就好了。你确定？不用啊，真的。那我带你露营之前，我们先去逛它的市集。好哦，走。哇
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马告冬瓜茶。哎呦。对，马告冬瓜茶，喝喝看。好特别哦。形容一下吧。它很像也会有一点，有点辣味，甜味跟辣味混在一起的感觉。有没有香吗？哦，然后要一个层次姜，还有再一个层次是什么？我第一次被问到烤口感的，我现在好紧张，我压力好大。没关系，你好好去享受一下那个感觉。因为我只知道马告就很香嘛，它本身就是有姜，有柠檬香茅。这看起来有点像黑胡椒哎。对，感觉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对。哇哦！原来是这个。对，跟你讲，我们屏东人来到屏东就是热情。哎呦！不怕你们吃。跟太阳一样热情。没错没错。哎呦，太好了。马告蛋，呼呼，一打开就闻到了，油乎乎的，叫马告蛋，呼，哦，好香哦！告诉你们，这里面完全没有茶叶，哦，没有茶叶，是用麦的，对，好香哦，马告的铁盒，你看，我就说来这里根本就不用带任何东西，真的呢，太热情，哎呦，哦，好烫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后面还有啊，我们先去后面逛一下。马告姐姐真的超热情的，还没进到露营区，我们就被塞了好多试吃品。这个迷你市集由营区主人号召，周末才开张，提供当地人发挥创意，建立自己的舞台。不过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当然还是这个农田里的梦幻营地——公主站水性白的野餐地垫，根本就是屏东版的乌托邦。傍晚还会剩萤火，让大家烤棉花糖，另外点些轻食。我们要来开启最浪漫的露营之夜。子晴，这帐篷真的很高级耶，是很棒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它这个帐篷很难订，要提前两个月之前订。两个月？对啊，而且它这个帐篷很高级，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它是用比利时的帐篷，所以比较透气，非常适合屏东的夏天。真的非常的舒服，在这里头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三明治。露营怎么可以没有三明治？露营要吃三明治啊！对啊，而且你看它里面的生菜是他们自己种的哦。他们自己种的？嗯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老板为什么会种生菜啊？我跟你说，他这边啊原本是一块荒地，但是啊他就是把它改成了这个露营式的餐厅。嗯，然后他前面有一块地是他们自己就是种他们自己的东西，然后结合这些食材。哦，吃起来非常的新鲜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边的员工。其实有点辛苦，因为他们都还要当农夫，他们每天早上很早起来，因为他们前面就是有他们自己种的，你看像百香果，然后生菜啊，蝶豆花，都是他们自己种的，他们炸物很特别，因为很丰盛，对，他除了就是有荤的之外，他还有素食的炸物，素的，它里面有那个豆皮，然后还有茄子。哇哇，还有四季豆，哇、欸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还有杏鲍菇，要，你选一个你爱的，素的，纯素的炸物确实很少，对啊，很少看到。大家都是什么炸鸡？我最喜欢吃豆皮。嗯，你看超多种。哎呦，好好吃哦！搞搞搞，我已经听到。搞，我们听到。好酥脆哦！好好吃哦！对，它现点现炸。等一下，之前我看到一个非常浮夸。华丽，而且很适合你们女孩子拍照。我跟你说，它是彩虹乳酪蛋糕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太高纲了吧，老板！超美的，好适合拍照哦。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还帮你点了饮料，而且是你爱的。这个吗？嗯。那这一杯是紫色莱姆。哎呦，它的基酒是 Vodka。你太了解我了。我要先喝一下。Vodka。的莱姆酒其实非常的清香，而且 Vodka 味道非常的综合，你完全不会感受到酒精的存在哦，真的吗？可是你会开始感受到夏天的到来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很好喝哎。我这个是，你看它下面的颜色是百香果，然后上面是蝶豆花，哦，你知道这杯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杯是百香盛夏，盛夏，哎呦，而且它除了就是有酒精之外，它这个是无酒精的，看。有没有它变颜色了耶？百香的味道好香哦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夏天就是要喝这个，超清凉的，舒服。所以来到这里真的颠覆我的想象，是不是超棒的？真的，我完全不用自己准备耶。跟你说，就是两手空空，太好了，超丰盛的，赶快继续吃，超多的耶，快这个。我觉得知晴这一个人，整个都很完美，
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，就是他的厨艺根本就是零分。你看，你烤棉花糖烤那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帮你特制的耶，火焰棉花糖。